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包子说游戏。今天给大家带来《大仙的迷惑行为之团战》。这一波带主宰吧，哦不，带暴君吧。别说打不过，这跳了个大招，你怎么还能到我脸上玩墙？这要闪现，我真是被拉扯的不行，要吃了个鸟，我玩个鬼！小伙伴们。